两好两坏。哦哟，林安可这一球打得扎实，在右外野方向出现长打。哦，来了一发阳春全垒打，给这个菜鸟赖之奇啊，震撼教育。林安可本季第一号全垒打出炉，这算是临去秋波，即使是大幅落后，统一师也没有放弃，持续追赶。先来一发阳春炮，追成了3-8。大概速球跟那个滑球可以选的哈，我因为球速落后，他应该是设定速球来攻击，结果击球点也掌握得非常好啊。好，本季的首轰出炉，哎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我他的全垒打舞蹈都是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对，郭富里来帮他跳会比较精彩一点。那现在要让赖之奇退场休息，乐天更换投手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你是我情非的